行办？老头，你不都让道吗？这是你家道啊。那咋的？大道你家开的啊？不是，是不是我家开的？这也不是走汽车的路啊，人家这是电动车专用路，懂不懂？你啥意思？我告诉你啊，就你这个车，你再往前开一拐弯就过不去了。就我这么豪华的车，底盘这么高，就这小破道走不了？跟豪华没关系，这么宽，你再豪华没有用。不是，那我要上头道村，那我得咋过去这步道啊？有这玩意儿就能过去。哈哈，那大爷你捎我一段呗。啊，明白明白。嗯，给。这油钱啊？那不是电动车吗？对，不是，那这只够车钱呢，那我这人工呢？啊，人工。这还差不多啊。哎呀，那走啊。你这样啊，我呢，这年纪大，我这么大岁数，要是拉自己，那是不是也不合适啊？啊，明白，我拖你。对，来，哎，哎，出发。没多远，往右再拐个弯，哎，就差不多到了啊。往左，哎，快了啊，快了。哎，到了，哎，就那，哎，就到了。谢谢大爷啊。没事没事，你慢点走啊，慢点走啊。啊！我让你叫我老头老头的啊，我能让你到地方吗？哎呦我的妈！你就在这绕吧，绕三天，你看你能不能绕出来？哦。